物价有没有比去年感觉到贵一些？妈妈，还差不多哎，没有很大的感觉啊。物价有没有比去年感觉到贵一些？妈妈，还差不多哎，没有很大的感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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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哎。没有很大的感觉啊，没感觉菜变贵了，但比起去年，马总统只花3540元就买完了年菜，前年更少，只花了3190元。到底是马总统买的菜变多了，还是菜真的变贵了？来问问同样在新农市场买菜的妈妈们。有贵一点点，就感觉上就是有贵一点。